聊天室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：现在是检讨王毅的时候吗？最后大招就是剩这招，民进党最后大招。我不是在吐各位，都是我好朋友，但是你不要，你教育一下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网军跟这个认同你们的人。每次季美牙狼啊，破口也是你，讲疫苗买也是你，国产疫苗不行，你通过也是你。然后你现在放个大招，好，大家都安静。怎么了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要说什么事？难道现在是检讨的时候吗？我们现在应该居家防疫，人人戴口罩，手连手，心连心，共创连体，有吗？手连手，心连心，共同防疫嘛。现在是检讨的时候吗？是这个时机吗？大招就是，就这个大招，我认为是非常 shit 的一招 ，shit。Fuck you！ 喂，陈先生吗？嘿，是，我是那个林口馆，我是那个三重馆，我是那个台中馆，我是那个他妈什么馆，六间场馆的房东打电话过来，啊，你这个金额的钱怎么没有付呢？现在是收房租的时候吗？我干你娘嘞！你不关心防疫，现在是要跟我收房租吗？你现在要跟我收房租？防疫耶，人命关天，现在讨论房租就对了，你现在要跟我说房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去7-Eleven买东西，先生总共300块，防疫期间我买东西，现在是跟我讨论钱的，钱吗？你刚跟我说钱，防疫耶。你公司笑。要讨论，我讲您别个知影啦，你造成这个错误啦，您别先出来话，您别注意我好吃饭爱钱，您别咱娘鸡巴嘞，处处恁娘好嘞，等我开下就是要偷租金啦，阮家要死人啊啦！哦，不能讨论，不能检讨，啊我吃咩啦，我来去死。不能检讨，不可以哦。在防疫期间，你不要吵，乖乖，小乖乖。你们别一箱啊，乖乖，对，你是你们别一坨啊，不乖乖。啊，恁娘啊，只要你一行出来，叫山东保安哦，倒的，倒的死。要话乖，乖乖哦，要讲话哦。现在防疫期间哦，你弄瞎了。给民主国家。这句话好好用，如果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，哦，我们的总统是习近平，副总统是金小胖。OK， 当然我不敢讲，我不能讲，好不好？他们做什么都是对的，哦。民主国家呢，为什么不能检讨？我今天，我们都拿钱出来做生意，拿生命出来负责，各行各业这么多的人，各种家庭都有他自己的难处。我也不希望啊，谁希望疫情变这样？问题是我们不能抱怨，本来都好好的呢，真的，大家回想一下，今天5月31号，我们已经过了16天了，从15号当天开始，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，今天是第17天了。今天是第17天了，各位快乐吗？不能讲吗？没有人有错吗？17天了，17天营业，我的健身房连一张发票都没有跳，
一个月六间场馆，4000多万薪水，3000多万管销，到现在是7天了。我自己当个比方嘛 ，OK， 反正我的聊斋啊。还有几天？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、10号、11号、12号、13号、14号，还有14天。而且这14天呢，也不一定会再往后一点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灾损、这个灾难还是会产生。好了，我政府今天出来傻逼，纾困贷款到6月4号，最快6月4号可以拿，不要担心。不要紧张，德政，恩惠并施。我今天不是说纾困不好，我也叫你一直要纾困。他补下来的钱，一个月1万块，这是一个员工基本底薪，就是2万块为上限。我相信聊天室很多人忍啊，一个月赚4万到10万的人不在话下，只要你够努力。好啦，我是业务，我是服务业，我什么的，我是业绩单位。我现在零业绩，我本来一个月6万、5万，你他妈补我个1万，补我个2万，你不痛啊？我不信啊，你不抱怨啊？我也不信啊，我也不信。我实在很厉害，佩服这些聊天室里面有一些人。当然了、啊，你也有你自由说话的权利，你也有你表现的权利，你也是我的粉。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？也许你不受影响，这种人是极少数的，受到影响的人在这一波非常多。你试问一下这些人的想法，为什么聊天室里面大部分人都赞同我呢？因为他们都是受害者，大家都是受害者，大家都是受害者、欸、等于这一波就算拿了补贴，还是要拿自己的存款出来。为什么？租金我讲过，车贷、房贷、保险、小孩子教育费，甚至小孩子教育费，很多家长现在还多花了一笔钱，你知道吗？这都是没有必要的。哎呀，馆长，我最近小孩哦要上远距离教学啊，去买一台 iPad， 比较差的买 iPad， 一台1万多块的 iPad， 比较还可以的，注重小孩子学习的，抢等类都一些家长算了，把你的白借存款拿出来买一台3、5万的笔电，为什么？远距教学。那像那些孩子比较多的2个人的、3个人的家庭，人家小孩还会抢电脑，你有没有看新闻？这些都是痛啊，这些都是政府该负责的，负责的吗？我的小孩就要去外面上学啊，不能上学的远距离教学需要电脑啊，又要电脑，我家没有钱网路费，请啊，又要电脑买啊，这不是钱啊，这是不是给开？你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你今天站出来，为什么要检讨？受到影响的千千万万人，干嘎，他们总需要一个出口嘛，我就来当这个出口。有些人说，馆长你在民进党内影响力把自己看太重了，我现在就认真跟你讲这句话，听好，我没有任何影响力，我从以前到现在就这样，我没有办法当帮大家去争取到什么事情，因为我什么都不是。但我讲讲，总行吧，对不对？在这边嘛，大家看我直播，也躺在床上摸懒觉的，现在给我抓屁股的，又躺在那边给我吃咸酥鸡的，又躺在那边他妈喝我的蜂蜜啤酒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蜂蜜啤酒，好喝哦，身边那本军售好不好？等一下看完直播出去买一罐哈、哦。大家只是在聚集起来，在共同讨论一个议题、一个话题，然后带大家减压，让大家吐一些垃圾。喷一些不好的东西出来，把负面情绪消除掉。你怎么啦？你讲那些话的人怎么啦？今天人家大家都委屈了，大部分人委屈了，有70%、80%委屈了。你总是要让他讲两句，听两句，舒服舒服。不然怎么样？现在就先总统府，总不能让我什么话都不能讲嘛？那我今天讲的是讲错话也是事实啊，难道不是吗？所以你要拿更值钱的事情又来讲，人的名星星
难道你很幸福的度过一年半？你在外国怎么样？台湾一年半都没事，难道你不感恩戴德吗？这个要讲更远的，我不想讲。这还这是应该度，这是台湾人民本来就有卫教观念，而不是一个政党他的功劳，给你搞清楚。民进党乱搞嘛，真的在乱搞嘛，我看不懂嘛。其实结论就是这样，我真不懂你的决策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让大家拖着你的鞭尸啊，好难看的，连到鞭尸的境界，大家都退出你的话，大家都不爽了，没有必要吧？很多事情真的轻重缓急，真的分一下，好不好？